雨霞，你给我出来！梅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进屋坐吧。坐什么坐？你打草药把我家的鱼都毒死了，你自己看。我没有打药啊。不是你打的，是谁打的？昨天都有人看到你背着打药机从我家鱼塘经过。梅姐，我真的没有打药，真的不是我打的。停停停，人证物证俱在了，你别给我狡辩了，给我赔钱。哎，小明发生什么事了？发这么大的火。雨霞婆婆，你家儿媳妇把我家的鱼都毒死了，我们家就靠这个鱼塘吃饭，你看怎么办才好。婆婆，我真的没有打药，真的不是我弄的呀。儿媳妇你别急，小明你搞清楚了没有？我昨天亲眼看到雨霞拿着打药机在我家鱼塘旁边。那一共死掉多少鱼呀？我都是这么大的鱼，有180斤吧。行吧，小明，那你等一下。相聚分离，有无甚心痛？多少？小明，这里有钱哦，你先拿着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婆婆，哎呀，儿媳妇，算了，你先去做饭吧，我出去一趟。好。到你的爱，又是雪花飘落的季节。神龙开。哎，珍珍，你爸昨天有没有打过药？没有啊，我们家前几天就打完了呀。哦，那你昨天有没有看到谁在打药？没有，昨天我不在家。雨霞婆婆怎么了？没事，我就问问。那你玩吧。雨霞婆婆今天怎么怪怪的？珍珍家没打药。那是谁家打的药呢？哎，娜娜，你脚怎么了？怎么走路一拐一拐的？昨天我妈叫我去打药，一不小心把脚给崴伤了。还是你叫雨霞帮我把打药机背回去的呢。一会儿我就去你家把打药机拿回来。好，那你走路慢一点。坠落在这世界。哎，婆婆怎么还没回来呀？多少故事留下感动？谁？娜姐，你怎么啦？我妈让我去打药，不小心崴到脚了。那我带你去医院吧，我来背你。不用不用，你帮我把这个打药机背回去吧，我过一会儿自己去诊所上点药就好了。那好吧。闹姐，你确定自己能行吗？我可以的，你放心。好，那自己慢一点啊。花谢花开，春去秋来，我怕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儿媳妇，你干嘛去啊？婆婆，我知道怎么跟小梅解释了。哎呀，吃饭吧，先去吃饭。可是，别可是了，赶紧去吃饭吧。看见我心里的哎，儿媳妇，你怎么不吃饭呀？婆婆，我昨天去鱼塘，看到娜姐在打药，脚扭伤了，我就帮她把打药机背回来，估计就是这个时候小梅看到我的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人家都只相信自己看到的，就算你现在去给她解释呀，她也不会相信你说的。很多事情只看到一半，不能过早的下决定，清者自清，时间必还你清白的。我知道了，婆婆。阿姨，你们在吃饭啊？雨霞，今天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是我错怪你了。小明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真的不好意思啊，这两天天气凉快了点，我爸这老糊涂了，把正氧气给关了，导致鱼都缺氧死掉了。原来是这样啊，这真的是太可惜了。真的不好意思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小明，吃了饭再走吧。不了不了，谢谢啊。儿媳妇，这个钱你拿好。婆婆，还是你自己拿着吧。吃饭吧。谁还在？哎，雨霞，你怎么了？婆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这几天吃不下东西，吐得也厉害，肚子老不舒服。雨霞，你这是不是来妊娠反应了？什么妊娠呐？傻儿媳，就是怀孕时产生的反应。我当年怀皮皮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是吗？自己身体怎么样还不知道，还出来跟我干活，走，跟我回家。雨霞，你先在家好好休息一下，我出去一趟。哎妈，菲菲，你这是去哪？你天天跟雨霞在一起，怎么那么
么粗心呢？妈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这个傻小子，一下都来反应了。真的，一下真的来反应了。每个路口花都开花，雨霞，雨霞，你干嘛？宝宝，我是你爸爸，你听到了没有啊？你傻呀，快放下！哪有那么快呀、啊？都还没逗醒呢。我这不是提前练习一下吗？你想吃什么？我现在给你买。我又不是猪，你看着买就好了。你不吃啊？孩子也得吃嘛，得把你养得胖胖的。生活旺不旺，全靠老婆胖不胖。你走开啦！瞧你们两个那啥样。妈，你回来了，你好好照顾雨霞，我去买点东西。你去吧。雨霞，你好点没有？还是硬度得很厉害吗？没事，伯伯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多说前三个月不稳定，走，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好。老板，这牛排怎么办啊？25一斤。给我来2斤。好，老板付了。好，谢谢。哎，雨霞，你跟你婆婆这次去哪儿？哦，我婆婆带我去医院检查一下。你都怀孕这么久了，检查一下也好。哦，对了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。什么事啊？就是房子装修的事，想跟你借点钱。我们家里手头也有点紧了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收获很满意。你好，老板，一般新生儿穿多大的衣服啊？宝宝几个月了？还没出生呢，大概12月份出生。你新生儿的话就穿这个52的就可以了。好，那给我包起来。老板，这一套多少钱？280。好，拿。好，谢谢老板，生意兴隆啊。微微酒意阵阵欢歌。雨霞，这不是真的，我带你去别的地方检查一下。婆婆，医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不行，雨霞，我一定带你到别的地方看看，一定还有办法的。没用的，婆婆，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算我求你了，我们回家吧。好，我带你回家。婆婆，你放下来。雨霞，你怎么了？我没脸回去。没事的，傻孩子，你还年轻，以后还有机会的。来，我逼你回去。婆婆，我不敢面对灰灰，如果让他知道这件事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受得了。下个伤口，爱人早晨激情狂热，才能把一份寻常温柔。雨霞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有我在，走，我逼你回家。来，雨霞，吃点我给你做的牛骨，开开胃。好，你也吃。哦，雨霞，我要提前给咱们的宝宝买好奶瓶的衣服，你看这衣服好看吗？不管是男宝女宝都可以穿哦。雨霞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慧慧，我们离婚吧。婆婆，婆婆，你快救救我呀，你总算回来了，快放我出去。儿媳妇，你这怎么了？婆婆，慧慧找我要钱打牌，我没有给她，我熬个药她就把我锁厨房了。啊，这个臭小子很占用地你啊，我现在就把你放出来。每个早晨七点半钟。哎，我这也没有钥匙，这怎么开呀？婆婆，你快一点，这里好闷了，我头晕。妈，你等一下，我去倒杯水来给你解解口。晒好的衣服味道。黄媳妇，水来了，你先喝点水。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。每个路口花都开花。电话正在通话中。哎，这臭小子电话也不接。儿媳妇，我去拿个东西过来。原来好听的恋曲
王师傅，那个郑小姐把你关里面多久了？有三四个小时了吧。啊，有三四个小时啊，看她回来我怎么收拾她。王师傅，你才刚出院，先回屋好好休息一下。好。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，你也想念吗？婆婆，王媳妇怎么了？姑姑把你送给我的翡翠手镯拿走了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姑姑那些臭毛病改不了了。王媳妇啊，你给我一些时间，我都给她改过来，明天就让她去找工作。你先躺床上去休息。爸爸，你看一下，这能值多少钱？这个成色不怎么好，最多给你600。啊，才600啊？那也行。谢谢啊。麻油，这个麻油我们师傅也不会做呀。喂，亲家母，你那个麻油是怎么做的？需要什么材料？好，我拿笔记一下。啊，老板，给我蒸半个南瓜。好啊。好啊，见面又聊不完，总共23块钱。老板付了哈。好，慢走哈。我放昏黄灯光不亮午，炊烟袅袅，老人迟暮，十里梅香，秋日河边的芦苇荡漾，小城人群慢下节奏，听书茶楼下个巷口，爱人早晨几件所有，才能买一份寻常温柔。雨霞，回来吃饭啦。好。哇，婆婆，你还会做麻圆呐？现学的。来，王媳妇尝一下。好。嗨，今天点真背。嗯，这门怎么锁了？妈，你干嘛呢？快开门啊！你还有脸皮来呀？手镯呢？手镯被我卖了。那你就不要进来了。明天找不到工作，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。来，我们吃，让他在外面喂喂蚊子。去爱一次。